皆さん、こんにちは。歡迎大家收睇和式講日文。嗱，唔經唔覺，我喺永安旅遊嘅 Facebook page 教大家日文已經有半年嘅時間啦。呢半年多謝大家嘅 like 同埋 share， 最緊要係感謝大家講出你哋嘅意見，話俾我知你哋想學咩日文啊嘛。所以今集我決定聆聽大家嘅聲音，教大家自駕遊嘅時候會用到嘅日文咧。其實我真的問過很多駕駛人士的意見的，大家去到日本自駕遊的時候，面對到最大的困難並不是找路，因為 GPS 通常都有中文版、英文版，有齊曬所有資訊的嘛。大家面對最大的困難是入油的時候會遇到的事，因為揸到架車去油站發現，咁多隻油嘅，我應該揀邊隻好呢？這個時候大家要認住呢一隻油，佢個名叫做 Regular Gasoline， Regular Gasoline， 或者簡單啲叫佢做 Regular。其實聽下聽下，大家會聽到噶啦 ，regular 即係 regular 咁解。咁所以大家認住呢個字入呢一隻 regular 嘅油就冇錯噶啦。一來因為大家租嘅車咧通常都係啱入呢一隻油啦，二來呢一隻油係咁多隻油之中最平嗰只嚟嘅，所以入呢一隻油就冇錯噶啦。不過你話，我認得呢一隻油啦，咁但係我要點樣入呢？嗱，例如如果你想入滿佢爆缸嘅話，咁應該點講咧？認住呢一句 regular 満タンにしてください。Regular 満タンにしてください，或者太複雜，你講簡單啲都得，淨係認住前面嗰節 regular 満タン 咁個職員就會明噶啦。又或者如果你話我唔想打爆個油缸，可能我淨係諗住入2000 yen 啦、3000 yen 咧，或者10000 yen 咁啦。咁呢個時候你要學嘅就係、例如你想入2000 yen 嘅話，就係2000 yen 分お願いします，或者10000 yen 嘅時候就係10000 yen 分お願いします。不過咧，太複雜了，如果又要學這個，即是你要學1000 yen、2000 yen、3000 yen，學到10000 yen怎麼說，找一集再教大家怎樣說這些錢。但是去到最重要都是打爆油缸方便而已，所以記住 regular 滿タン就 OK 了。不過你說，喂，除了入油遇到問題之外，有陣時我找停車場都是另一個問題來的，所以大家要學的就是以下這一句，問大家這裡附近究竟有沒有停車場。這一句的日文是近くに駐車場はありますか？近くに駐車場はありますか？係啦，我見到現場嘅朋友擰曬頭啦，佢哋唔知點算啦，所以又係學短少少。近くに駐車場，記住拉高少少，因為你想俾個 question mark 人哋。近くに駐車場，咁嘅意思就係問附近停車場，咁佢哋可能會明明你講乜噶啦，少少明啦應該。補課時間，今集的周遊日本小貼士同大家講下自駕遊先。好多時大家都會話咧，咦個地址係日文嚟嘅，我唔識輸入去個 GPS 度喎，點算咧？呢個時候大家要用到 map 曲啦，好簡單嘅啫，只要一啲網站上邊打日本自駕遊 map 曲去搜尋嘅話，就會出現好多相關嘅網站。然之後喺呢啲網站度將你嗰個日文地址 copy and paste 擺落去，然之後佢就會出現一個 map 曲俾翻你，將呢一堆數字即係個 map 曲輸入去你個 GPS 嗰度，就會去到你想去嘅目的地，日本全國通用，好方便噶。嗱，另外都要提下啦，如果你係去東北、中部或者九州自駕遊嘅朋友咧，記住留意一下有 ETC Pass 呢樣嘢喎，係俾遊客專用噶。咁只要一個固定嘅價錢咧，就可以喺當地嘅地區嘅高速公路嗰度任行噶啦。咁所以如果你係去呢啲地方嘅話，買 ETC Pass 係會抵啲嘅。不過喺買之前都要同你嘅租車公司傾一傾，問一問先，因為可能有陣時有啲租車公司咧會提供相關嘅 ETC 服務噶。多謝大家收睇和式講日文。如果大家仲有啲咩日文想學嘅話，歡迎大家喺呢條片下面留言噶，同埋記住要 like 永安旅遊嘅 Facebook page， 同埋多啲 share 呢條片出去啦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我哋下次見啦，拜拜。